北宋后期词上要先介绍王安石。大家都知道王安石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，一个杰出的学者，也是一个杰出的文学家啊。大家读过他的散文啊，知道他是一个很有见解的人啊。同时王安石也还是一个词人，他的词不多，但是写得很好啊。你看看这个他的这个桂枝香啊，这个作品啊，我来给大家读一遍啊。这个作品可能大家不太熟悉，桂枝香，金陵怀古。登临宋墓，正故国晚秋，天气初肃，千里澄江似念，翠峰如簇。征帆去到残阳里，被西风酒旗峡处。彩舟云淡，星河露起，画图难足。念往昔繁华尽处，叹门外楼头，悲恨相续。千古凭高对此，漫皆荣辱。六朝旧事谁流水，但寒烟衰草一绿。至今商旅，时时游唱后庭遗曲。这个作品是一首怀古词，怀古的作品在柳永的词里面就有。柳永写过苏州怀古，苏轼也写过赤壁怀古，那么王安石的这一首叫金陵怀古。登临宋墓，正故国晚秋，天气初肃。这是写到这个写这个怀古词的时间，时令是在秋天啊。他登上了金陵城的城墙啊，放眼望去，正故国晚秋。故国就是故都，正是故都的晚秋时节，天气初肃，天气开始变得啊肃杀。千里澄江似念，翠峰如簇。澄江在这里就是指长江啊，因为秋天的江水啊比较澄澈啊，所以叫澄江啊。思念，念呢就是白念啊。这一句是来自于谢朓的《晚登山山黄望金翼》。这首诗有两句：余霞散澄起，澄江静如练啊。说沉静的长江啊，像一条白念的啊，飘在那里。翠峰如簇呢，是指两岸的山峰啊很挺拔，像箭簇一样的矗立在那里，不是那种啊线条柔和的山峦，而是很俊伟的、很俊拔的山峰。征帆去到残阳里，被西风酒旗峡处。这是写长江里面的船只，征帆去到就是来往的船只，在残阳里面穿梭，被西风酒旗峡处。这是写岸上，在岸上啊，还可以看到西风吹拂下面的酒旗，酒旗被西风吹斜了啊。彩舟云淡，星河露起，画图难足。这几句写哪里呢？有人说也是写长江，我觉得不对，应该是写秦淮河。秦淮河里面才有许多彩舟嘛，啊，长江里面没有彩舟，那些彩舟就是有彩绘的船只，那些游船不是在长江里面，而是在秦淮河里面，啊，秦淮河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销金窝，许多有钱的人，啊，都在那里挥金如土。同时也汇聚了许多的歌妓啊啊，所以说这个彩舟云淡呢，它就是写秦淮河里面的彩舟啊。星河也是秦淮河，画图难足。这一句总结的上片说，无论是长江还是秦淮河都很美丽的，画图难足啊啊，即便是来绘画也很难体现它的那种美。
上片写景嘛，下片抒怀嘛，啊，念往昔繁华尽处，这六朝啊，这个金陵是六朝旧都嘛，从东晋离宋齐梁陈啊，前面还有一个三国时候的东吴，东吴、东晋、宋齐梁陈这六朝啊，这一朝一朝的就像走马灯似的，乱哄哄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，无一不是以短命而告终。这些朝代都有一个特点，就是禁足豪华，一代比一代奢华，但最后都是以短命而告终。所以接着写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，这里面用一个典故，就是写陈后主啊，啊，写陈后主的故事。当时隋朝的大将啊，韩擒虎已经打进了金陵了，只是还没有打进皇宫而已，已经在皇宫外面了，时刻都要进皇宫了。而陈后主呢，还和他的宠爱的女人张丽华还在楼头上听歌观舞。所以后来唐朝诗人呢，杜牧就写诗，其中有这两句，就门外韩擒虎，楼头张丽华，是杜牧的作品啊。杜牧的台词就说门外韩擒虎，楼头张丽华，这对比嘛，说韩擒虎已经在门外了，但是呢陈后主仍然还在楼头和张丽华在那里歌舞享乐，这不写他们的腐败吗？后来真的人家就打进来了，打进来之后，然后陈后主和张丽华就躲藏啊，于是韩擒虎的部下一下子就没有找到人啊。那韩擒虎说继续搜，到他的后花园里面去找，后花园里面发现有一颗废井，哎，井里面没有水，废弃了，哎，发现里面有人啊，再把他给捞上来，是陈后主。捞上来之后发现下面还有人，再捞出来张丽华，这密室张啊啊。所以说这就所以这段故事啊啊，杜牧就把它写成门外韩擒虎，楼头张丽华。问题是像这种门外楼头的这种悲剧啊，还不止一个，叫悲恨相续，一个接着一个。千古凭高对此满街荣辱，说站在金陵的城头上啊，满街荣辱。所以这历史的荣辱啊，我们不要去感叹了、啊、感叹不完的。六朝旧事随流水，但寒烟衰草一路，说这些往事啊，都像流水一样的流走了，现在我们所看见的只是寒烟衰草一缕啊，衰草被寒烟笼罩。问题是人们往往不能吸取历史的教训，古人也和我们现代人一样，都有一种啊集体健忘症。你说文革才结束了几天呢、啊？那有人就大唱文革时候的歌曲，大唱特唱文革时候的歌曲，难道文革是值得怀念的吗？这就叫集体健忘症啊！唐代人也是这样子，所以我们说啊，我们了解现实啊，其实并不困难的，我们只要看看古人，因为都是中国人啊，都有这个特点。六朝旧事随流水，六朝演出了多少悲恨相续的悲剧啊！但是他还是容易忘记。你看，至今商旅时时犹唱《后庭遗曲》，商旅就是歌女嘛。《后庭遗曲》是什么呢？就是陈后主做的后啊，这个那首歌曲嘛，《玉树后庭花》嘛。陈后主这个人懂音乐的，有文才，他的《玉树后庭花》被称为是亡国之音。那么到了唐代，这些人还不总结经验教训啊？你看商旅们哦，宋代，这是宋代了，在唐代杜牧也写过，商旅不知亡国恨，
隔江犹唱后庭花。那么你看到了宋代的时候仍然是这样，至今商旅时时犹唱后庭一曲。但王安石在这里还写得很含蓄，其实责任肯定不在商旅嘛，商旅是歌女啊，他只是卖唱的啊，靠唱歌来这个为生的人。问题就在于那些听歌的人嘛，你叫他唱什么他就唱什么，对不对？你叫他唱榆树后庭花他就唱榆树后庭花，你叫他唱国际歌他就唱国际歌嘛，是吧？所以说这不能怪商旅，他只是在这里他这样写就形象一点嘛。啊，这里出现一个商旅的形象，在那里唱榆树后庭花就形象点啊。如果说某些官员还那里腐败，还得叫歌女的唱这种亡国之音，那就不是文学了啊，他就不形象了。所以说这个作品它是有深重的历史感，我们通过这个作品就可以想想王安石为什么要立主改革，就因为他有历史感嘛，他知道这个国家不改革是不行的嘛，所以他两次罢相都是因为改革啊。他在金陵生活的时间很长，他虽然是江西临川人，但是他的父亲在金陵做官，所以王安石很小的时候就到了金陵。他后来又做江宁知府，宋代的江宁就是金陵，也就是现在的南京，做官又做江宁知府，然后晚年退休之后呢又一直又住在江宁，所以他对南京呢啊是很熟悉的，感慨是很多的。所以你看这个作品，我们读了这个作品，然后我们再把他这个作品和在这之前我们所讲的那些作品比一比，你们就可以感觉到这个人的境界非同一般吧。啊，他对于历史的认识那不是一般的人所能达到的这个水平。据说啊，苏轼读到了这首词之后感叹地说此老野狐精也，是野狐狸精，这就是一种赞美的话，就觉得没有更好的话来赞美他了。我们知道在动物当中哪一种动物最聪明呢？狐狸嘛，是吧？狐狸当中最聪明的是什么呢？狐狸精嘛，是吧？所以苏轼说此老乃野狐精也，狐狸本来就是野生动物嘛，是吧？野狐狸嘛，不是现在有些人开始饲养狐狸，那叫家狐狸了，家狐狸已经没有野狐狸的那种秉性了，至少是没有野狐狸那么聪明了吧，是吧？他此老野狐精也，说这个人太聪明了。当时几十个人都做桂枝香同题作词，只有王安石做的最好啊。关于王安石啊，我们本来有许多话要说的啊，历史上许多人在他的头上泼了许多的脏水啊，但是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他，希望今后能够有机会和大家专门讲王安石。下面我们要讲另外的词人，你看王冠这个人虽然在宋代的词人当中不是那种赫赫有名的词人，但是他的作品啊，还是很清新别致的。这里面我们选了他一首《卜扇子·送鲍浩然之浙东》啊，水是眼波痕，山是眉峰聚，欲问行人去那边，眉眼盈盈处，才使送春归，又送春归去，若到江南赶上春，千万和春住，是吧？你看这是送别词啊，写的清新别致，说江南很美呀，美到什么程度呢？水是眼波痕，山是眉峰聚啊，说水啊就像女人的眼波啊，山呢是女人的眉峰，你看多美啊！说行人
在这里当然是指鲍浩然，说鲍浩然要到哪里去呢？他就是要到这个山水盈盈的地方，那些江南的美景啊，这个时候就很羡慕他啊，有自己有点惆怅，是吧？才使送春归，我刚刚把春天送走，现在又要送你走了啊，我内心里是有些失落的，但是你是很荣幸的，若到江南赶上春，千万和春住啊，你到江南也许还能赶上春的一些尾巴了，到了江南的时候一定要和春住啊，所以这清新别致啊，写送别。大家看一首李之仪啊，李之仪也名气比较大啊，在词人里面他的不算是一流的词人，但是也留下了好作品，像这个作品啊，也是大家熟悉的《卜扇子》。我住长江头，君住长江尾，日日思君不见君，共饮长江水。此水几时休，此恨何时已，只愿君心似我心，定不负相思意。啊，这是写相思嘛，我在长江头，君在长江尾，就是说我在四川，我在重庆，你在上海，日日思君不见君，共饮长江水啊，我们同饮江水，但是我们就偏偏不能见面。此水几时休，此恨何时已，这恨呢 是思念呢，遗憾呢除非是水休了，这恨才能已，只愿君心似我心，定不负相思意，希望你也能像我这样子啊，这就很好。你看，这有一种又有音乐感又有通俗感，这才是本色的词，就好唱嘛，传达了一种普遍的情感。在八十年代的初期的时候啊，就有一首词，有一首歌词啊，是根据应该说是借用了这首诗的意境，那是这样：我住江之头，君住江之尾，彼此情无限，同饮一江水。那不就是李之仪这首词的一个现代版吗？啊，在八十年代的时候也是很流行的啊。下面讲一个重要的词人贺铸。这贺铸这个人呢是河南人，但是他的本籍不是在河南，他据说就是贺知章的后人，就少小离家老大回那个老诗人。这贺知章因为是太子啊，太子的老师，很有名望。你看他说李白是谪县人，李白因此就名扬天下，可见他的地位多高啊，在文坛上一言九鼎啊。他又是太子的老师，又是著名诗人，又有才学又有品德，所以他退休的时候啊，唐玄宗送一个壶给他，哪个壶呢？鉴壶，就浙江绍兴的那个壶啊，大家应该有印象吧。你们不知道鉴壶，应该知道鉴壶女侠，鉴壶女侠秋瑾吧，是吧？送一个壶给他，你说一个人到了晚年，有一个人送一个壶给你，那是太幸福了。这壶里有多少鱼虾啊，是吧？有多少水生动物啊，是吧？又可以钓鱼，又可以划船、游览。后来，在他们贺家出了一个美女。这个美女后来就成为宋太祖的赵匡胤的皇后啊，此人做了皇后之后，他就开始照顾他的娘家人，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从内地打工的女孩子到了广州，稍稍事业有所成就，就把家里人接到广州来一样。所以当时他这个贺皇后啊，也把他们贺家的子孙呢也把他们有一些也带到开封来，或者住在开封的附近，贺铸就是其中之一。贺铸没有中国进士，但是一辈子都在做官，什么原因呢？就因为是皇后的后人嘛，皇后的娘家亲戚嘛，他是可以有荫庇的，
是可以做官的，不需要参加进士考试，不需要参加公务员考试，你是啊领导干部的子弟，自然就有官给你做，古今一律啊。这个嗯，贺铸这个人呢，他正派，虽然他是一个皇亲国戚啊，但是为人正派，不是乱来的人，一心向学，一心从事文学创作，写了很多的好词啊。据说贺铸这个人呢、长得不是很帅，按照古人的标准啊，古人称他为贺鬼头，长得像个鬼啊，贺鬼头。后来我仔细研究，贺铸究竟丑不丑呢？贺铸要是在今天呢，绝对不丑，那就是今天那些少女们啊所称赞的这种很酷啊。你看面铁色，什么面铁色啊？大家看看那些很酷的男人呢，就是不苟言笑嘛，啊，沉着脸，不苟言笑，这种人就被称为酷，啊，是吧？贺铸虽然在当时来讲不是美男子，因为中国古人所崇拜的美男子啊，都有一种女性美。你看古人所称赞的潘岳这些人呐、都是眉目如画，